圣教，所有贤士同修，请大家合掌共念灵山会记。灵山一会万年灯，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庙至圣，王禅老祖庙至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各位唯心圣教，已未年千秋，恭祝阿弥陀佛圣诞，谢天尊祈安消灾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及各府堂上历代祖先，莲座上诸圣灵，殊王法界虚空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继续共修来讲解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五路财神也是本唯心圣教，而成就为世界新兴宗教台湾唯心圣教，他的法义唯心圣教的教义是养贤蓄才，正民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天下要太平，务必要所有天下苍生众生每个人都能做到啊，贤走。所以在唯心圣教，在南投八卦山易经大学啊，这一块宝地啊，有32甲啊，这个宝地耶，是从昆仑山一脉到大陆武夷山，然后穿到澎湖，进入台湾玉山顶，南北分成各9条龙，然后北龙尊龙啊，啊，中央山脉来到积极大山，就是中脉络。大地中脉络，络脉到极极大山，啊，然后呢，一直穿到民间，到松柏坑，到喜树梅思错平，啊，然后这。往东转，转过来，回龙故祖向东海。所以在易经大学这一块宝地啊，那结下四个穴，
而一个是易经大学维新圣教学院，而一个是七星最地八卦圣城，而一个是九龙壁九龙拱珠，然后直接落到南天门八卦天心妙莲池啊，在这里停住了，面向东海啊，这个穴啊，在我找到这块地的时候一看，恍然大悟，身坐八卦山，脚踩虎山岸，虎山岸就是中心新村那个虎山，虎山的背，脚踩虎山岸，坐得对，世界圣人出一半。哦，这里我看到我非常感动。啊，这个却是丝线吊金钟，金钟乐响传千里呀、啊。这个是世界和平，众生的依归一块宝地，这是全世界人类未来无量劫以后都是全世界人类共同享有的命脉和法脉的原点，八卦圣城，也就是维新圣教总坛。所以这个地宝穴的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呀？在壬辰年那一年啊，辛巳年的九二一那一天，王禅老祖开示八卦圣城这一条脉要让它现出来了。这是台湾的民，愿我心中妙地形。所以是，我就用挖土机在八卦圣城的点，那一个中心点呢，好，把它挖开了，在这里丝线吊金钟啊，这个穴在这里八卦圣城，然后这里有九龙壁，有一个穴啊，我们八卦天心妙莲池有一个穴，三个穴是一以贯之通向中央山脉东海。所以这金钟乐响千里传啊，丝线吊金钟的宝穴是世界和平中啊，当我看到这个穴的时候好高兴哦，所以把它挖出来做这个穴挖起来，王禅老祖这里要七星最低啊，那我就挖起来
就有两个石头，这里有七个石头，围成一圈，然后这里又有一个啊，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石头，都藏在土里面，这是圆的。这七星坠地，这地煞星，这是将军星，老祖开示，地煞星是管住人的安危啊，那么将军星是美国的安危啊，这个是整个的地球。所以当时老祖开示，张院长在现场啊，圆普法师在现场，我们在挖的啊，老祖开示，圆普你赶快啊，现在地球有七个活火山，现在在爆发，地球七个活火山啊，从网络查的结果真的是地球七个活火山都在冒烟啊，老祖还是将有两个日本和美国将军星呢，美国是世界上最好斗的人的国家啊，这个将有一个劫难会来。那时候我也不晓得啊，老祖开示了，而日本也是好斗的国家，富士山有个劫难会来。过了没有多久，一直世界的报道啦，啊，日本富士山起了问题了，啊，活火山。啊，这火山圆满了消灾化解壬辰年的端午节，我们要消灾化解，依教奉行，依法修行，而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还有各种的法仪在这里乾隆禅堂深谈，开始在端午节活火山就会平息了。果真端午节九龙壁落成，落成了啊，当天呢日本活火山开始停住了，就没有再没有这一些啊冒烟等等啊，过了没有多久，又传来美国黄石公园真的活火山又要暴动，所以这一些真是震动了，震动了国际、地球、人类，所以王禅老子开示。而本唯心圣教是世界的新兴宗教，而不是只有台湾新兴宗教。台湾新兴宗教格局很小，只有一个台湾，小小台湾而已。而世界的新兴宗教本唯心圣教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消灾化解，哦，大家一起共修圣法啊，共转世界和平的法轮。五千年来、七千年来，没有宗教
这修行有如我们唯心圣教，所以唯心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唯心圣教是世界和平灯塔，尤其唯心圣教的48大愿16法缘都是世界和平的华宝，尤其唯心圣教的所有贤士同修，虽然大家在家修行，但是大家每天在家修行，依教奉行，依法而修，我们目的是要天下太平，天下一家亲啊，所以这几天王禅老祖开示啊，你们不要把唯心圣教看作一般的小小小公庙蹦蹦跳，是心怀着宇宙虚空的平安与安危，心怀世界人类的平安的一个教门。所以我非常感恩王禅老祖给我们所有唯心圣教啊这个平台，行功立德的平台。所以今天12月10日是我们唯心圣教56位博士班的上课啊，下午啊我们一起共修五路财神。啊，唯心圣教的教义养贤蓄才，是培养各位都成为五路财神也，受之无愧啊！唯心圣教的所有贤士同修，好好修，你们当下信，你们都可以成就啊，肉身的五路财神也，真实不虚啊！因为你们可将王禅老祖所传的妙法修好，平时就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了，再加上你们修好学好了依教奉行，依教王禅老祖开示师父所传的妙法，帮助众生，都可以让大众们平安转而为安，那么大家就是五路财神的圣身、法身和化身三身集于一身啊。所以今天告诉各位的身份啊，大家依教奉行、依法修行，你们就可以成就为五路财神，这是真理啊。所以啊，五路财神我们今天讲到正宫的人，命挂正宫的，你的修行要怎么样修行才能成就为五路财神呢？那就正宫的真言，正宫八卦测虚空，我们的心量要很宽广，不要那么狭隘，小鼻子小眼睛，小家碧玉，贪心鬼啊，不诸子不精进，那已经枉费了我们来世间上走一趟啊。
所以我们正为的命卦的同修们，双善诸事，你们如何来找到自己视为正宫的五路财神呢？自己是财神，那你们就啊来参加维新圣教的大家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信心呐、啊。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啊，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啊，所以每一个卦都会成就为财神爷。那么凡是你正卦、正为离卦的人，你一定要注意。第一，最怕共高；第二，怕轻浮。啊，共高轻浮。第三呢，最怕暴躁。啊，第四要有恒心。因为是六冲卦嘛，啊，所以凡事都没有恒心。那么既然都来了，你怎么办？以上四个原则没有修好，你财神也做不了。啊，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助我当财神爷，你就来学易经吧。那么你正卦正为离的命卦的真言，正为离就嗡嗡嗡嗡，就嗡嘛，那北冥后的嗡，气往泥王宫往天啊上去，所以正为离，离正天师啊升通天，大家现在化九天没有关系。啊，金钟夜响亿万年，啊，阴晴日月啦，无休止啊，啊，直指人心呐、啊，见尊性。所以你命卦天机正为你的命卦的人，你一定要自己时时持诵、勤诵自己的尊严。你慢慢的持诵，渐渐的你会稳下来。所以雷震天师升通天，那我们念咒就嗡，嗡，嗡。我们的泥丸宫，嗡嗡，就我们的天教的地方，嗡、啊。所以佛像上面有的一个红红的，那个嗡是我们来从蓝天，去从蓝天，从这里来。所以嗡、嗯，那我们诵经。念经从耳朵进来，进入中间来，上去60%是天和神，而下40%列祖先灵。所以你们认真诵经啊，尤其每当天下有灾难的时候，我们维新圣教的同修贤士们很慈悲，一直诵经。去年伊波拉病毒上了1000万部，圆满那一天刚好伊波拉病毒消除了，接下来就有今年世界之饥饿与战争的消灾化解，由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
护轴来推动。哎呀，大家认真诵经，你口出来诵的经，回他来听，听了到你的这里，你要供离完工上60%，通达天，通达神，而其他40%下来，就是我们的列祖列宗一起能够得到法益。所以我要大家认真诵经，今年务必要1250万部，劫难才会圆满啊，才会消灾化解圆满啊，这是我们维新圣教我们共同的天命啊。这个即是圣身法身和化身即以一身，三身即以一圆满身的五路财神的圣身啊，人人是五路财神啊，祝福各位。百万黎明，愿我心中妙地行。各位维新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人生走一趟世间，路是平坦的啊，也有是颠颠坡坡、坑坑洞洞，各有命，各有怨，各有天理，各有因果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一定要重视因果啊。那么因果力有的不相信，他为什么呢？他那个人恶事子做的那么多，怎么现在还那么富有？那是英国他的祖先留下来的福报还没花完，还要没料啊，花完了会更惨，因为把祖先的福报全部花完了，自己也一起赔下去了，接下去的就是坠入地狱啊，九族升天，那么就变成九族到地狱里面，你要再起来10000年啊。所以王禅老祖师尊告诉我们，给各位带的踪迹就是一个因果的踪迹啊。啊，你这个踪迹，这个黑暗三毒，三界，这黑暗的，这是光明的。我们光明越多，黑暗越少；光明越少，黑暗越多。所以本维新圣教是一个圆满的教义，从0岁到7岁，一直到中学生、中年、壮年、老年，到最后圆满，到最圆满的往生之后就没有业障了。而当一个人年纪越大，到了70岁以内啊，我们所需接受的世间的智慧已经好多好多好多，但是我们要好好的自我反省忏悔，你才会完全光明天。若是不好好反省忏悔，我们颠倒颠颠倒在你黑暗的一大堆都是黑暗。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维新圣教是21世纪到未来的新兴宗教，
各门各派，有各门的教义，都有他们的殊胜与优点。但是本来新圣教虽然是新兴宗教，看起来不起眼，事实上已经是世界新兴宗教的大圆满的一个教义。我们才能够在2012年得到了诺贝尔世界和平奖的提名又入围，证明唯心圣教王禅老祖所传的真理和妙法是世界和平的灯塔，也树立在每个人的身上。唯心圣教所有唯心贤士们，你们的身上都一盏和平灯塔。这个灯塔有几个光芒呢？你们放出的光芒有几道呢？七孔，七道。没有七道光芒的请举手，都有嘛。所以世界和平灯塔，我们这里 end of 一舍身刚好七星啊，照耀着大地。我们从七星而来，降到人生来，那么我们来到世间，你所学所修的一切法，然后再经过你的嘴、你的耳、鼻子、眼睛啊，七窍、七孔，然后散发出你的大爱和智慧，普照到你身边的家人、亲朋好友。哦，这即是世界和平灯塔。好，唯心圣教王禅老祖慈悲啊，要我们一步一脚印，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的消灾化解，就是不辞劳。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本意，你要了解王禅老祖究竟有多伟大，消灾化解多，就是不辞劳。消灾化解那么多，就是从来没有推空买啦。所以由我分散到我们的法师讲师，再到所有贤士这么多，时时刻刻大家依教奉行依法修行的时候，你们也就是王禅老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集于一身啊，这个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的百千万劫今重现啊。我今祈起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这即是唯心圣教鬼谷先师五路财神也。所以各位同修，你们都是五路财神呢。我们好多博士班的同修们、法师，你们帮助那么多的公司企业转危为安，从赔钱快要破产啊，以王禅老祖所传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和本教的一切圣法，帮助众生，帮助企业界，哦，这转为为安，那你们就是五路财神啦。所以社会人士啊，只要在到处要求财神，求财神，数不低的五路财神，在唯心圣教的每一位法师、讲师、贤士同修身上，你跟我要吗？五。所以早上啊，我跟各位说，跟博士班同学说，我们每一位都是五路财神化身啊。那圆道法师啊，
啊，师父你是财神头，啊，财神头，不管头啊尾，大家都是财神呐、啊，啊，给众生烦恼，又有如早上，啊，一位我们的弟子，他去买要买一栋办公大楼，这大楼买了，请圆通法师去看。这大楼他去买这一间，后面一把刀往这边缠，哦，所以若是你买好了，在这里很快就会败。那么当下财神也是谁啊？是谁啊？圆通法师就是财神爷了啦。我们还有这么多的法师啊，那像这个房子你要买，即使这边壁刀躲过了，即使壁刀在这里空空的，但是这边也是受一边，这住也很难住，因为风一窄，这背景有你游离电波的风变成游离煞，那你事业绝对好不了。我们好多的同修，圆通法师、圆寂法师、圆顺法师啊，各个法师啊，都帮助那么多的企业界转危为安了、哦。当下你们就是财神爷啦，那你们在学习本为心圣教的易经与风水妙法，原来家里事业不好，家里不平安，你到处求神，我告诉你，你没神好求啦，只有求自己啊，自己来学了，改了，自己改 DIY家庭平安喽、哦。世世代万里民，愿我心共妙地仙。我们在维新电视台晚上维新正大。用意利人天，还有为啊，我们的天下一家亲，各种的访问正道，由各位你们身上所印证的不平安转到平安，你们的老师法师都是财神爷，你这个不把握，你们对求，哎呦，你去。叫你求差他啊，别该管啦！我告诉你，求自己呀、啊，要我的智慧呀、啊。哦，所以我们的好多众生都是想法，有时候想法各有自由嘛。所以我们这个妙法传出来以后，啊，天上常常打雷。我第一部风水真经啊，在天坛老祖开始，我一直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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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公路公路好了，打雷地震，还整个的天坛上面打雷哐哐叫，哦，那时候我很感恩啊，这样风水真经最不经，凡是你诵念研究研修风水真经的，你们都是财神爷的化身嘛。
尤其我们小小的小羊仔那一本，印了将近200万本，啊，毫无条件的分送给家家户户。这本小小风水学，这本就是财神经啊，风水的财神经。所以我们要懂得什么叫宗教。宗教不是光那边哎呦逃避，哎呦我要忍耐忍耐，不是这样啦。你要伤人，你要忍耐，不要伤人，忍一时之气，保百年身。那么你环境错了，你不能忍耐，自己爱家里好好的去反省哪里错了。风水就是天理嘛，天理就是风水啊，所以你违背风水就是逆天嘛，就简单的呀。你再强再有理由，还是躲不过风水的因果业力的报和赏。所以我们当我们来世间上的时候，难免会有很多事与愿违，而事不达意也不通的，那你怎么办？黄尘老祖传妙法给我们，每个人你的命卦里面，你这个核能场你自己要加强，自我时时要充电啊。所以老祖开示了啊，五路财神经啊，每个人命卦，当你什么命的时候，怎么样做人处事嘛。若是连天大壮的人，要恒心；相对的，连天大壮的恒心的人不多。我看过那么大人小孩老推郎，连天大壮是六冲卦，对天不满，对人不满，对神也不满，也不敬，好多事是这样。我哎呦，天啊，没得罪你啦，啊，大地也随你去尿尿，在这大小便吐痰呐，也没有跟你计较啦。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家庭啊，你干嘛要去气人没有帮你忙？你有没有当人的贵人？而你没有当人的贵人，凭什么要人家当你的贵人？所以有了这样的，被我练一练的，舒服些的啦。我叫你给他帮忙，给他播这个功。啊，要播啥？性地歹了，那是单雷公。人家看你就讨厌，再见你，就躲躲开开的，免得伤感情。哦，就雷天大壮嘛。那么雷天大壮的命卦的人，我们家里有小孩子雷天大壮了，叫他从小就好好念这个四句偈的真言，那绝对是一个大菩萨。啊，命由我自己修，我自己来转。好，每个人都对，没有错，你都对，别人不以为你是对，你都错，人家不一定会原谅我们。好，所以这个雷天大壮命卦的人，注意，好，老子有真言，好，雷天天师啦，性如光，飘姐好快哦，声音好快哦，马上就到，性如光啊。啊，既恶如仇啦，天地通，啊，你的既恶如仇，我不管他怎么样，啊，看不惯，那是他的业力嘛。啊，你干嘛自己有点气干嘛？你不中风耶？哈，一对我们同修的老爸啦，他雷天大壮啊，我儿子啊，有点啥代志不要生气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多好嘿！伊讲安尼念阿弥陀佛好了，有啊，那无有一天你就念佛啦啦。
经过无偌久，啊，他的阿叔，他爸爸跟你阿叔嘞，两个人个性完全是对冲，啊，一个坎为水，一个雷天大壮主武冲，哦，水嘞，给康康啊，很能能搞的啊，结果雷天大壮是火嘛，性如光嘛，吼，流了大山泻下。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事情呢，化解呢，水水我的师父呢倒去起来中大条的，啊，过了好一段时间呢，啊，他儿子用轮椅上来学模式啊，我对啊吼，我对啊吼，那时候还没说了啦，啊，只知道一直哭啦，哦，那儿子老婆呢一直说不要哭了，不要哭了，有什么话好讲？哇，他讲不出来了，只有用哭了。哦，这还讲啊，不相信，嘿嘿，对啊，对啊，哈。所以老子叫人凡事情，知性可同居，那就好了嘛。啊，那么吃便当等你嘛，带便当等他嘛，一定会拄到。但是有人讲师傅，你还歹心。跟我拍心了，我该讲都讲过了嘛，哎呦，不要做好心，没人跟我拍心，因果自己修，不是靠谁啦，啊，所以就如所是好啊，你天地都通了啦，好，那么善人相助了，恶人去，你的就如所很好，善人会来相助你。恶人他就会走掉，啊，但是你要外表里面要合，你合一的话一定会死去的，啊，外面肌肉如仇为他好，但是你内心很平静的时候，啊，那知，啊，这里相遇的，啊，久了才能见人心的啦，哦，再来坚守正念可成功啊，所以雷天大壮的人，你要成就雷天大壮，你的命卦为雷天大壮，要成就五路财神的方法，你的真言一定要念，坚持你的真言啊，一天煮五毛油四次，每次呢36遍，一天总共144遍，144也是雷天大壮，四爻，第四爻变为地天亥。哦，所以为什么要过一年114次？哦，144嘞，144，啊，14。又是第四，好，这连天大壮卦变为太卦，这修行的最高境界耶，所以老祖开示我们对自己的命卦，每天你要坚持144遍，你会佛智增辉，智慧会出来，这是不变的真理嘛，也是我们大家共同应该有的认知啊，所以雷天大壮的命卦的人，你看雷天雷在天上啊，这天雷，那么你应该是天雷无妄，结果是雷跑到天上去了，无止境的雷，你在那爆笑跑笑没有用啊，呼天呼地没有用，只有往内心自己修，自己往内修，所以啊，你要念自己的尊严，
好，雷天天师性如光啊，济恶如仇天地通啊，善人相助恶人去啊，坚守正念可成功。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大家依教奉行、依法修行的时候，你即是圣身、法身、化身三身集于一体的五路财神的圆满身啊！祝福各位。